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安徽的张虎，现在是一名公司的职员，在2015年的12月5日，我提供了900美金的帮助，到12月23日，我一共获得930美金的帮助，这是我的，得到帮助的列表。很感谢马夫罗基先生创造这么一个互助的平台，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其中。